先往左边送，好，俊清往右边，阿伟，阿伟这里要更积极的有一些突破的动作，哇，两个抢一个，抓、哦、一个，不能突破了，能不能做进来？往中间送，直接、哎，其实柏良已经站好位置了。其实浩伟他在一对一，甚至像刚才看到这个场面，两个人夹拉，他还是可以很大胆的做出这种突破动作。是，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特点。但相对的。